当时一进去一看，坏了，没人。这是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公安局执行的一次抓捕任务，他们要抓的人是公安部追逃了14年的 A 级通缉犯李某镇。此人因破坏易燃易爆设备、抢劫、盗窃等多项罪名，被全国多地网上追逃。应该是14年了，跑了得。王松，44岁。是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公安局大隐村派出所所长。前不久，他接到了群众举报，称李某镇很可能已经回到了饶阳县的家中。接到消息后，王松和同事们迅速组成了专案组，对案情进行研判。基本确定在那村了，那村是很大的个村子。那人就是特别狡猾，就说不会超过1分钟就消失，就看不见。然后我们就在那片多次去侦查。买东西的时候闲聊打听，人家就发生怀疑，就是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你们没见过你们呢？你们看你们就是说，好像打听他们道了，怀疑我们是小偷啊什么似的，是不是这种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把个人装成坏人，有时候人们一看这是干什么的，反正不能装成警察就可以了，就那个意思，让人们看着不是警察就行了。经过近2个月的摸排侦查工作。专案组最终确定了李某镇的落脚点。他这个睡觉啊，一般都是晚上，也不在屋里睡。有的人家，有的村子的，不锁大门了，就在那个门楼下边铺上塑料，拿个小被子，就那么睡一晚上。有的时候在那个，就是这个桥洞下边，有的时候在别人的那个房顶上睡觉。他特别谨慎，他都是他媳妇回去了，他也不跟他媳妇在一块。在摸清了李某镇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立即决定实施抓捕。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了，就是他就会逃跑。张党委负责一组，在外面去，到村外去蹲守，然后里面有我，还有这个3个中队的队长埋伏下来。令人没想到的是，抓捕工作并没有那么顺利。那过去了以后啊，就说我们在屋里一冲，一进去一看，哎，没人。哎，这就坏事了，说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没人了？你们看到进来了。非常危险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打孔道友，他是一个组织者，还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员。如果一旦他逃跑了，就说以后他有可能重新实施犯罪。如果他跑了，下次再得到消息，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社会是一大害，这个危害最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王松当即决定留在屋里蹲守。这一晚上，我们谁都没敢睡觉啊，就说生怕他随时回来。此刻，时间变得那么漫长。作为抓捕行动组的带头人，王松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他知道无论准备多么充分，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很危险，有次我记得我们再去盘查一个人，可疑往回带，这还没走几步呢，正往回带呢，说咱们回去盘查完了再，他突然大喊一声说砍死他们。我听他喊完了以后，拿着刀子咵的过来，给人砍下来一刀子，穿的羽绒服挺厚，那羽绒服那毛腾都飞出来了。咱现在很多的逃犯也都是比较残忍的，因为我看电视，每每看新闻，也都曾经说过，这个工作比较危险。每次出警，因为我心里也是大姐。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天渐渐的亮了起来。就在大家以为这次行动会扑空的时候，门外有了动静。我们在窗户那儿都是斜对角看他的那个门，看着门着，一看进来个人，能跑进来？不都是红卫工？你能别站那？别站！快点！在逃亡了14年之后，李某镇终于被抓捕归案了。
不知不觉中已经是早上7点多了。忙活了一晚上的王松回到了派出所，准备开展一天的工作。基本调查差不多了，是吧？对于派出所的工作来说，更多的是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大隐村派出所内有3名正式民警和4名辅警，辖区内共有19个行政村，2.4万人口，总面积达42.12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镇。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大隐村派出所辖区内的治安情况也相对复杂。见到咱们普通百姓接触最多的也是咱们派出所的这片警的民警们，就是老百姓们不管有什么事儿，哎，都要找到派出所来。说既然找来了，他就以为这个事儿就得是派出所管。说实际上有些事儿是不属我们管的，但是他找来了以后说你就得管，你不管我就不高兴。这个派出所干警啊，特别辛苦，做的好多事儿，他并不是说做的什么事儿，说有多么出彩、多么高大上。老百姓啊，发生点邻里纠纷了，啊，家庭有矛盾了。啊，头到派出所，所以派出所的干警呢，天天是在一线，这个很辛苦，他在很忙。农村相对来说，这个警情要少得多，但是每一件警情处理起来都很麻烦。它不像这个城镇的这种派出所，每个警是案子就立案，然后处理人。处罚人，不是案子该告知他去找哪个部门。今天王松的任务是要处理辖区内2家人的一起纠纷。我工作的地方一直都在农村派出所，老百姓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都特别多。派出所工作完事儿无非就是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什么大案子。就是咱们的，可是他的派出所里在这儿，都得说双方都得说产生怀疑。你是不是这话嘞？他是不是这话嘞？俺们办就下坏呗。怎么处理呢？对不对？办就下坏呗。但是你看我就干一部分人，你把理儿说出来。那说不出来，不是说，别说这事儿了。你们这份儿嘞，多长时间了？接了个也该，咱们该问的问了不少了也。都不是时间问题了。嗯，哎，拉出一句来，收回账，拉出账就来，收回账。你别说，你别说，把你的说，好，我都不说了。你这地要在哪里？你怎么种两个地？不是，我都不说，你说。不是，我说不说我都说。就是，你这地要在哪里？大伙儿去看看去。其实有矛盾的这两方是亲戚关系，那么既然是亲戚，怎么会闹到派出所来呢？最初报警很简单，说树被盗了。然后我们出警很简单的盗窃就去了了解情况，说谁盗了，把买树的找到了，把卖树的也找到了，找到卖树的了以后就出问题了，我这是我的树啊，哎，这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两家人都说树是自己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情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以前大队的领导啊说这个地是30多年前分的地，这大坑人们老能吐这玩意儿，到时候成了大挺深，你再车都下不去了，到时候一下雨一下大雨，他说这道他冲，你说咱家这个怎么整这个，对不对？我说这样吧，不行咱买点树苗，哎，那栽上，哎，我说人们也都别了吧，这个土了。我们家也种树了，这地呀、是我们家的，你说他凭什么在我们家这地里栽树啊？当时我们家也阻止他种了。都有证人说，这个地，这巨树在这边，他也承认这地不是他的。这不是他第一次了，以前他就砍过，这次他砍的是我们家的树。他说，这个你有什么证据？我说你要什么证据？我说我有这一证，因为证明媳妇是大盗。他说的这个意思，这个街是吧？说这家的宅基证上写着，他的宅基证西边是街，哪是西边了？这不是西边吗？是。一直到这边，一直到推到那边，那都是街。然后那边个，既然是这是街的话，这南北嘛，是吧？然后到那，你知道到南边，到那个坑那边，这都是街，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这树
我种到街上了，并没种到他们家的地上，是种到街上了，是这么说的。街是公家的，就这个意思。我有证人，我们村大队都能给我们作证，这地是我们的。他说一个证人死了，再说一个又死了，一共他找了四个死人作证，你说这不是胡搅蛮缠吗？对于两家来说，这次的麦树之争只是一个导火索，而两家的矛盾其实积怨已久。我不高兴了，我都要找点事儿说事儿。找什么事儿呢？说这 DDR 这个事儿好说，反正也不清不楚的。其实这个事儿吧，也不是什么事儿，归根结底不就几棵树吗？也卖不了多少钱。关键是就是他太欺负人了，从我们家盖房时他都找事儿，我们是前后邻，他把出水口都堵了，他家不出水，一下雨我们就把我们家的房给淹了。物业我不知道，因为哪都是包事，哪院子二十多年以前你原样，哪没动。我们家的现在的这地板下面都是空了，他却说呢不是跟他们家没关系，说是我们家盖房不砸夯。你说老人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才能盖这么一个房，能不砸夯吗？又不是请的包工队。难处理啊，现在说你处理这一个案子，你要把十几年前的事都要倒清，这十几年的积怨，这个在一起的这个纷争，你一下化解确实是很难的。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每年王松在派出所都要处理近百起因地边问题引发的纠纷。老百姓住地边的事儿实在是很普遍，我觉得还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你像这个地边了，包括这个房边，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历史原因是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但是说因为人跟他关系没问题了，那个说大事差不了就得了。说你要说一个人差半五，这肯定是不行，这差点半点的人们都知道，差点地能多打多少粮食啊？打不多也。你说你去城里，哎，找那个民政局，哎，找那个哪这个劳动仲裁，都不去，就在那儿坐着跟你耍。我们不去，去了也没人管，我就报警，你们不管我们就打架。你说大错吧，还有大错，他都处理完就完事了吧，是吧？你违反了，你打人了，处理你；骂人了，我都可以处理你。但是有些事儿，你就没法处理啊。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查后，大隐村派出所做出了对索某全进行治安拘留8天的处罚，但索某全对此表示不服，并且提出了复议，目前正在等待最终的处理结果。爸爸玩的多还是跟妈妈玩的多呀？妈妈，爸爸光上班没时间陪我玩。你说爸爸，你多陪陪我不好吗？他不听我的。你喜欢车吗？不是太喜欢。那你喜欢什么呀？喜欢小汽车，想当警察长大了。当警察也可以开车。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喜欢妈妈，妈妈陪着我交作业。爸爸会陪你一起出去玩吗？爸爸很忙。喜欢爸爸喜欢妈妈？喜欢妈妈，因为妈妈在家陪的我时间长。我想跟爸爸说，爸爸你多抽点时间在家里偷陪我，别总是在外面加班。对，留电池，电池，停停停。好，还有包。哎，你车子丢了呗？你干过活了这是？我有看看，我也一个，那边还有一个。现在我也订丢电池的，咱这边哥有可以偷电池的了。啊，咱来注意点。对呀，你还差点钥匙，这不偷了你的，偷了谁的这个？赶紧去看你往里一走，这边骑着我才一拐都没人，你找不着了都。哦、你不着急到时候得。下回注意点。哎，你可注意点啊。嗯，走吧走吧，没事，走吧。走的情况定。王松在上学时学的是治安管理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河北省饶阳县公安局，就这样一干就是20年。我们饶阳县有10个派出所，我在5个派出所工作过，
长期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经历，让他知道和老百姓有良好的关系是他解决辖区内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他的人脉很广，其实这派出所的工作跟这个人脉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基本上没有无可挑剔，每一个跟他交往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大家心目中的好人，也曾经被群众举报过。都这么讲的啊？这总有一个说的，都跟我这么交代，都说我这闹出来，我都这么讲的。究竟王松做了什么，让当事人最终打了举报电话呢？事情还得从2018年5月26日上午说起。我们村子地这个，我正在出着摊，我正在卖货。我闺女丈夫你哥哥，他在旺庄来赶地来了。正好我这么出摊的位置，他把地下车上存哪儿了？存我这个车，我这个摊位后面。看到女儿前夫的哥哥程某后，王某把他叫了过来，打算跟他理论一番。我说你怎么这么横啊？他说我怎么这么横？然后就说着说着吧，这个就动手了。动手了以后，一开始闹得并不是这么严重。我也打不过他，我怎么再没打过架？我这么六几十人了。这个人说的，他去主动去挑起这事儿呗，然后主动动的手，是两个证人，是一个是在集上摆摊的一个，就是附近摊的一个，看得很清楚。再一个就是有他们这边的一个村的村干部，也看到了。几乎呢，骑着车走了。我当时我也没在意，哎，我这么说，我说你走就走了吧，哎，我说这么认过来，我说等啥等啥的，我也没在意，我这不是出摊呗。王某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曾想没多久。程某就带着自己的父亲来报仇了。这俩人他瞎跑过来，那一个人拿着根大棍子、铁棍子。我当时看着这，我这个岁数了，等我一看，有人这么说：“你往左边，你们我不敲死你，这我赶紧。”等我赶紧这我跑那边去了。程氏父子二人看到王某跑了，于是将火发在了他的摊位上。错过敲着摸摸了，我敲了，我当时我得赶紧报警，因为当时我都一个人了，我旁边的我报警。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出警赶到了事发现场。当时他们发生完打斗以后，为这个地上呢，这个比较狼藉。哎，我们在调查了解情况的时候，当时我们就问他呀：“你是什么情况哎？为什么打架哎？”这个女方一听他说的不对呀，立时他们之间都发生了个辱骂。就在这时，王某的一个举动令事件再次升级。女方买干货的这个人呢？抬手打了人家一巴掌，然后他们都打起来了。哎，有两三个人，那边是父子俩，这边是这个夫妻俩。完了以后啊，立即咱都把他制止了，说不让他们打。由于双方在警方在场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克制自己，于是警方打算对双方进行处罚，但因为都有受伤，所以决定先让双方自行到医院进行治疗后再做处理。材料吧，基本都调查的差不多了，然后只是等着一个鉴定，等着鉴定出来以后再定性质是勾地刑事还是治安案。然后后来了以后也是经过多次跟这个物价局沟通吧，反正沟通了很多次，最后把这补价做出来了以后用来治安，然后我们都进行下一步的处理了。于是王松找来了程氏父子，准备对他们进行治安处罚。说你给他损失多少钱，有意没意？也没意义，保障事儿有意义没意义？没意义，跟那边说了，说你这个他爹打人拘留是他这个合并执行，然后也拘留，同意可以，那父俩没什么意义。就在王松带着程氏父子来到拘留所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体检，血压高，他爸有心脏病，拿这个现在都拿这个病情，你得跟这。拘留所说呀，一说这个不行，有规定，这个要是出事怎么办呢？说你必须去住院，观察两天，如果说继续这个样，没好的缓解，还不能收；要是两天住院好的，轻了，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可以了，执行。王所长，王松他跟我说什么呀？他说他们村子有高血压。我跟我诊员亲自从医院调他这个病历。调回来以后确实是不行的。程氏父子的拘留处罚只能暂时搁置，只能先对王某进行处罚。双方法律的平等啊，
不能处理一方了，是吧？虽然说你这边损失大，但是你有过错，也要依法处理。这个一开始处理的都挺好，最后处理这个摊上的这个人的时候，后来哎，他不高兴了，啊，都咱们家当干什么了？把我当成轻微伤，我当上当就当成轻微伤，我算错了鉴定了，把我摊砸给洗完了，都咱们家的没什么就是，都说他们来这个砸摊这个，那跟着来这个，任何人都得不到处理，而且把我女儿散的，你说王所长，我应该起诉的呗。说不行，那得解释呗。说首先不是说咱布局，没什么人情关系，里面都是正常办的。这都连续找了很多次，连队说这事儿不行，我说不行，一次一次的解释。王某从拘留所出来后，不断的找王松，想要讨个说法。三天五天都来一次，都说我都跟他解释一遍，解释一遍，每次来最少也得在这儿得有将近半个小时以上吧，最少。说这个打了都白打了，我说这个不能白打呀，涉及到民事诉讼，这不是咱派出所所能执行的事儿了，你上法院去起诉他。啊，我不去。你看那个老不高兴，不去。我说你不去，我不能逼着你去是吧？这个没法。我说我建议你去。他们这个人都去不了啊，都因为都是高血压去不了啊。我说他说是怎么来的，在中医院人家开证明来的。啊，他都跟我这么说。我对这话都不，我这话他这话都是假的。你不要说以为派出所我越懂办二懂办二，我们上面也有法制大队来给我们审核是吧？再说派出所也是有地方管的。就这样，王某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最终决定打市长热线举报王松。对咱派出所的说咱不公正了，打市长官电话，我们觉得也心里也挺憋屈的。然后这个事办的觉得没错呀。就是没办错的情况，你做对的情况下，也可能达不到他满意，他就会。老人们有的也爱告状，也没办法。因为工作上让人家误会，我说自己做到了，让人去误解了，肯定会难过了。在基层派出所被冤枉、受委屈的情况，几乎每一位民警都经历过。起初，他们可能会发牢骚。但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他的委屈向谁说去？没有别的地方去说去，只能给我说。作为一个警察，责任就在这儿，没有存在说委屈也好，冤枉也好，不存在。那爸爸是做什么的吗？抓小偷。我见过小偷，但是我没见过他抓小偷。爸爸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你见过爸爸抓小偷吗？没有，我怕爸爸抓的都是坏人，我就有点怕。知道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吗？我爸也不算警察，他算锁警吧。我妈说是锁警，但是我自己想的跟他不太一样。我想就是我爸爸，我想让我爸抓坏人，我爸他就不抓，他就是要是越大麻烦他再抓。时间飞逝，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每天吃完晚饭，按照惯例，派出所的民警都会出去巡逻。这个犯罪大多是发生在晚上吧，这个犯罪的人们，犯罪分子吧，就是他想犯罪了，在这个区域里，哎，他看到警车了，他都打消这个念头了。王松说，曾经有一个案件，正是因为巡逻才破获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2014年5月的一个晚上说起。那天晚上，时任武功派出所所长的王松突然找来了一同值班的李成家。我跟我同事说，我说刮风了，我说今天晚上肯定有投诉的。他就预感到说今天晚上应该有问题。我们都开着车绕到那区边，在区走了一圈，然后我南边转了一圈，开着警灯找着开警车。开车嘛，车灯打到哪儿你看到哪儿，你打不到的地方你就看不到，因为这个树它都在这个耕地里边，然后转了圈也没发现什么情况，然后我们都回去了。第二天一早，派出所竟然真的接到了丢树的报警电话。那么王松又是为何会提前预感到事情的发生呢？我们这边有个俗话叫偷风不偷雨，就是下雨天天下太平，
刮风天嘛，就是肯定会容易惹这个盗贼。原来小偷通常会以风声掩盖电锯的声音，来达到不被人发现的目的。王松正是以多年的办案经验，才判断出当天晚上有可能会有人偷树的。当时家里说这个犯罪离我们很近了，是那种感觉，也挺兴奋。我说走走，赶紧去。高兴啊，就平常就是还是接触那些繁琐的事接触的多，碰到一个就跟那个来了大活那种感觉一样。这个感觉，这个案子通过咱派出所自个儿也可以破了它，就这种感觉。接到报警电话后，王松和李成家迅速出警赶到了现场。就是我们到现场以后吧，看到丢了有27棵树，好像现场还有一根遗留的，就他把树锯倒以后，他不是要把它截成段装车吗？遗留了一段，那一段是2米5。我以前在里面那时候在待着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个木材市场，我了解多，这个木材是多长的卖哪儿，多长的，就说收木头的地方，他不是说什么木头都要，不是，他收多大的就是收多大的，多长多长的，然后跟那个知情人一了解，说这种木头哪儿要啊？大概，像人家去了解情况就说，哎，新津那边要这个木头。得到了这一重要线索后，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河北省新集市。可是新集市有10个木材厂，那么多被锯下来的树，两人又如何才能确定哪个是被偷的这批树呢？我跟他一人抱着一个树墩就跑新集去了。新集那个村有一共是10个收木头的，我们就每个厂子抱着墩就冲着那，他不是都是一堆一堆的那个木头吗，就冲着比划，反正就跟那个抱着炮筒瞄准似的，看这个对口就对上了，这个不对就走下一个，转转转转了一圈，哎，发现了可疑的了，但是可疑也不能试啊，就拿这个木头墩去对对对，哎，对上了，就是当时激动啊，高兴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思路正确了，而且来得及时啊，那个心情是很好啊，说这个案子都破了，这个挺高兴啊。树找到了，案子也算破了一半了，接下来只需要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就可以了。此时王松两人的心情格外的好，感觉中奖了，破了案了，这肯定是破了案了，木头都在这儿呢，还能怎么说？你问人家，人家不知道是谁，到底是谁也不知道，这口音是你们洋洋那边的，但是洋洋大了，首先当时那儿也有监控，那个录像那个水准简直太低了，这都有两个人开个三马子，然后都知道这个，这个人黑白他看不清，就那么个样，唯一能看清的就是那个人穿个胖的，穿个背心的特征，格格的，一下跟泼了一盆冷水似的，有点扫兴。他那脸上又没写名字，又没人见过。后来，哎，我想到说一个老同志，这个老同志平时跟咱派出所的有交集，也乐意帮助他们。老哥，你再看看这个事儿吧。他看了看，他给出主意，说这个呀，有可能谁，有可能谁。然后我们都顺着这个思路吧，去了解。经过这么一查证，哎，真是，就是他，查住了两个人盗的这个木头。这个案件能够这么快的告破，很大程度要归功于被丢下的那根木头。当时我们是这么想的，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巡逻的时候，他慌了，少装了一根了。说我反正刮着风，我们都是毛了腰，都赶紧锯，赶紧装。反正看见个灯是慌了一下，他赶紧装车都走了。对于派出所来说，能够独立破案的机会真的很少。一没手段，二没这个人员也不够，挺有成就感。这一次的破案经历让王松引以为傲。很少在家人面前提起自己工作的他，这次却一反常态地和妻子讲了很多。而王松这次难得的倾诉，也令妻子感慨颇深。跟家人说的一个话都是忙，工作紧，只是说这个说得多，其他的，这班上的事儿还是不待在家里去一样的，跟家待的也少。在大家眼中，王松几乎是一个很少回家的人。2018年一整年，他在家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足2个月。在派出所就是踏实，就是
比在家里睡觉踏实的，就是确实是那个真实的想法，就是我在班上我就觉得踏实，大家在一起他们也踏实觉得。后来以后一个事儿对我感受挺大的。那天王松就像往常一样在派出所里值班，突然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挺着急的事儿，也是一个孩子，孩子不懂事儿，然后一个小姑娘，未成年的跟人跑了，跑了以后家里挺着急。这个当时咱也没立案，然后他才求助啊，你看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去了这么才了解分析了，也快差不多了。后来那小姑娘找到了给他。就在王松这边正在处理这件事时，突然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我们这儿有案子，我听说案子什么案子，说杀人了，我一听，哟，大事儿。接到报警电话后，王松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都忘了那一个弯儿，我到那时候就是强拐过去了，没出了车祸。我当时我想，我说家可不行，我说一个人出来，要出了事儿以后，谁管了这个？联系不上，也没个照应。从这以后，我都更知道了，说为什么我在派出所里待得多，我都知道了。从那次之后，王松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即使不是自己的值班时间，也经常待在派出所。三个再多一个，力量更大，哎，更从容处理事儿。就说我们不提倡我们的感情，你说，五加二不加黑，你不管家不顾家，不提倡。但是因为有这种责任感，我们的感情天天就成了五加二不加黑了。不定时的这个突然就走，有任务，就这种就很难接受，就是你很让人没有安全感吧。说警察是这个职业挺好，但是对别人好，对自己家里，我感觉家人的安全感还是差很多。别以为说这段时间忙完了，下段时间都该轻松轻松了，这是个误解，不是这样的，下段时间更忙。每个警嫂吧都是很不容易的，要整天要对爱人再多陪陪他们，那肯定是好，但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说你得理解这个呀，干公安的是说三个都说我都不干公安，我都是对公安这个目前这个了解，但是我可能了解谁干过呀。你干公安的怎么可能经常回去，那工作都没法干了。你要不为什么说他什么时候都是自己人生，所以说呢，教练有些事儿啊，我都越都不想跟他说了，不愿意去那个一到天麻烦，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也只能去找他。哎，在教说不上什么委屈不委屈，教本来就是应该，有人支撑，有人躲你了，有老人帮忙，说不上有什么委屈。在王松看来，成为一名警察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一件让他很骄傲的事。基层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乐。小小的派出所，嘿，就我们兄弟几个，大事小事繁琐的事儿，我们也挺忙活。下班是家常谈呀，我累我也不说，因为我是人民警察，再苦也值得。哎哎哎。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CCTV 十二夜线，联合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抖音推出反诈者集合。